啊啊啊！好了，卖一只十一技能谛听，十一技能谛听多少钱？十一技能如果拍成全红的话，不用拍虚迷也能值上百万了。那胚子跟成品反推乘以五，然后是二十，但是他打了几个书啊？这四个轮是有用的，五个是有用的啊。这成长跟龟身像成的吗？没事，谛听成长0.1都不用怕，因为成长不影响灵力和速度。其实合谛听啊，运气好真是捡钱，因为它好合，对资质没要求，它比镜台难度低好多啊。嗯，这十一技能谛听真便宜啊，只要26888，只是因为没眼睛，我忘搜带关照万象了。藏宝阁最低价格呢是18.1万啊，然后没有红书啊，然后22.8万一个大轮俩轮啊，这个胚子我看一下啊，是不是法宝我成长都不是问题？对，法宝我成长都不是问题。这只是一个轮俩啊，就是一个有用，两个有用，三个有用，四个有用，五个有用啊，这只22.8万。藏宝阁十一技能谛听最便宜的话18.1万啊，所以说价格就是在这两个区间就行了。兄弟们，就是这种逆袭啊，就是比如说什么6+13啊，合出什么12啊，什么7+8合出11啊，这种事儿已经出现了2次了，就成本3000啊，赚台小轿车。他只合了2组，他军火亏了，他就鉴定点啊，他军火亏了，听说我矿工必出极品呢，鉴定军火亏了10万啊，然后就合了个谛听啊，他合宝宝就是6+11。